好，我们开始来讲书谱的部分。我们今天讲第49单元。上礼拜讲到比正图七行啊，上礼拜讲到比正图七行，就是说之前有比正图七行啊，有比正图这一个作品啊，那里面的七行的中画执笔。哦，那三首的部分它是漏写的哈，所以它在旁边把它补小字补上去哦。中画执笔三首，就是说它中间的话有三个，有三笔哈，那个三，有执笔的手势，有三种执笔的手势哈。那这边执笔就是它握笔的方法，那三首就是三种。哦，该都无讲啊。那这边图貌乖训，这边图貌就是图像，啊，就是说，那它的一个图像来讲的话，并不是很正确哦，乖训的部分就是错误的哈，就不好的。那点画烟儿哦，点画就是说它的点画不是很清楚，哦，烟的话就是模糊的状况哈，那。接下来，请见南北流传，那就看到就进来，就是他们那时候他看到的，就看到各地都有在做一个传播使用，哦，那疑是右军所致，那这边就很白话了，就怀疑大家都推测说应该是王羲之他写的，王羲之的作品，那虽则未详真伪。我就虽然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啊，虽然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那尚可发起同盟。那这边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至少对一些初学者的小朋友来讲的话，还可以使用。但是如果对一些中阶以上有基础的话，就不适合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会讲到真伪的部分呢，我们今天会示范到真伪的部分。那一定讲到一半啊，书谱已经讲到一半了。好，那我们就针对这30个字来做一个示范。书法带回啥去？来，目视的无同哦。好，第一个中，那中的部分来讲的话，左边的竖笔大概都会省略掉啊。那这边我们只是写一个横折，好，这边过来，转折拉起来后带过来，压一下就起来上去带下来就好。其实直尺带下来，画了那等后啊，好，这边稍微有点小缺口啊，因为它是在他的一个写法里面哦，书谱写法里面，他中锋、侧锋是并用的哈，这部分可以稍微留意。那画的部分一样，好，绿字头的部分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那这边拉过来，好，起来，这边再一点上去，那这里下来，好，这里再拐弯绕个弧度，卡住一下，好，这边再拉弧度，那这边横笔先带。好，横笔带完后，再竖笔带到下面的横，好，这里直接推出去，动一下，再推出去，压，再提，哦，这画的部分，那我们再书写就直接这样子过来，上去，下来，绕圈，横笔，这里再竖笔，竖笔再过来，那你只要遇到这个结构，绿，绿这一个结构就是这样子。那下面就看是什么了，啊，下面就看是什么了。如果进的话，就是两点，尽头的尽，就是这边再点两点。那如果书呢？那书的话，直接就这边点一下就好了，啊，点一下就好了，啊，所以这边特别去留意一下，啊，绿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写法而已。好，执笔来这边用逆笔法啊，一般我们是横写这样子，那它是从这里带过来，
那从右上角往左下这样带过来，横笔的部分啊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过去以后，这边直接托笔过来，右起来，好下来，停住，起来呀，好下来，上去，那这里滑上去斜角，直接再压下来，细，起来，再带上去，哦，带上去以后再转折，这里比较柔一点点，加个拖软的，是吧？所以直的部分来讲，直笔左边是一个姓，那姓我们就知道啊，它可以用逆笔这样写下来、起来。这里等于是写一个木的概念，等于是写一个木的概念哦。那就带上去，好，推过来，起来，上去，过来。好，所以这个结构特别去留意。哦，这个结构特别去留意。来，笔的部分，上礼拜有稍微跟你们讲错啊，上礼拜有一个笔字有稍微跟你们讲，因为它的结构上我误会了哈。来，这边的部分来讲，草字头，好上来，这里是折痕的部分，好，这里过来到这边是草字头的部分，好，那这里是一个带笔的动作，这里是绿的部分。好，这个绿的部分从这里上去再带下来，好上去，好，那这边我把它做个区分一下哈，这个地方到这个位置，到这个位置，这里是草字头的部竹字头草字头的部分，好，那这里才是绿的部分，然后在这个下方这里才是绿的部分，中间端这边是带笔的动作，这样懂我意思哈？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去留意。来，再看一遍了哈。来，草字头，好，这里带这边草字头带过来啊，这里绿的部分，哦，就这样的一个做法。那这边是比较特殊，它往下带，哦，它往下带，我们可以正常，我们可以这样子草字头过来以后啊，这边一带上去。这里一样跟它维持平行也没关系，维持平行也没关系。好，那它漏掉两个字三手，那所以这个我们一样要把它写出来啊。来，三的部分，因为空间很挤，它把它写小。但我们在如果在做临帖的话，是照正常的大小去把它写出来。那这边都比较柳叶笔的概念啊，因为空间的关系，都比较柳叶笔的概念。那空间去把它抓好就好了，以它的概念去写。那手的部分直接一个凿刀切笔下笔，三角形软料加取转弯弧度，好，很锐利的上提转。那这边记得转两个就好了。那这里它有一个带笔的动作，哦，用一个带笔的动作，好，这样垂下来就好了。好，再来图的部分，我们上礼拜有讲过哈，那个笔顺的部分，外框先下转。左边，然后我往右提，那这边上去，然后转折再拉大弧度，然后这里做一个凿刀再拉起来。好，那上礼拜有讲了里面的笔顺，上点开始斜撇，好，那这里绕圈过来再顿，顿再拉下来，再起来再做点。哦，所以里面的结构是这样子过来上去顿，最左边靠右再靠右最右边，哦，由左至右这样慢慢拉回来，这样懂了，这样子过来后先带到左边，慢慢的带到右侧，一个一个带过来，哦，这土的部分。好，帽，来，帽的部分上头这地方先写横笔，好，先写一个斜横笔，那这里直接切笔乱，好，那这里再过来，这里绕圈顺时针绕上去再下来，然后带上去，这里逆笔上去再下来，好，切上去，来，这里就是这个结构，好，这里就这一个结构，
就是一样哦，只是把这里它把它省掉、省略掉而已哦。那这边还是就是一样的。那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结构都类似这样斜？那这样一个二，啊、哦，很多啊、哦，甚至也有这样子的，啊、哦，那也有些是这样子而已，啊、哦，所以类似这样的结构很多啊、哦。那这边左边结构出来了，右边帽的话是一个类似儿童的儿。哦，那这边他把这里省略掉，直接写成一个好像剑。那这里顿写个拉角一下就好了。啊、哦，一般我们会这样顿再拉弧度，哦，再拉一个这样子的弧度，那这边它变成一个折回来，然后折回来要带到下一个笔画。来，乖的部分一样哦，它一样是用逆笔，哦，一样用逆笔，由右上。压一下，带下来，上去，虚的，这边再带下来，停住，起来，好，一样带到这里，逆笔一个滚，停住，停一下，稍微转个弯，再起来，再拉平，好，这里揉一点点，停住，这里重新再下笔压一下，再带过来就好了，好，这里还是一样，一直绕圈圈而已，上面，中间，下面。右边，哦，由上慢慢中间，再来到下面，再带到右边，好，来这个来讲的话，左边是一个细，那细的部分我们就写一个直，哦，写一个直，那歹也是一样哦，细啦歹啦都是写同样的符号是一样的哈，都只是一个。直的而已，这样过去拉下来啊，这里转弯起来拉起来，那右边是这样子，那一个连在一起，所以这里过来拉下来，然后挑，这里就是竖笔的部分，这里是横笔，那是下横笔，那最后竖笔直接压下去，拖了一软的后啊。所以这个结构你就知道，我们如果要解那个地理能解的解的部分，它只是这边多一个人字，好，那这边就这样子过去，那这边再多个木，哦，就地理能解的解，那这样好，哦，所以这个结构上稍微可以注意，好，点画点的部分。他写的很重，那个斜虚的部分那边他写的比较弱，那边写的比较重一点。来，转折，一瓦料，来过来多几遍。点还是竖还是下面的二？啊、哦，这边过来是写点，再来写竖，然后这边再写二，上去，然后再写右侧结构，按，这里直接他转折过来，好。起来，这边再压一下，好，再拉过来，这里弧度往上提，收就可以了。上去，过来，这里这样过去，好，这里压，再这样过来，哦，这部分点。来，画刚刚已经有讲过了哈，那这边它写的稍微比较重一点，来压，拉回来，压挑，这里直接刷下来，刷下来上去落，这边拉弧度。拉弧度过来，好，停住，刷起来，顿，那就再拉下来，好，压，下来就好了。来，烟，来这个字的笔顺，左右侧的笔顺，特别去留意。来，左侧没问题，哦，左侧没问题，左侧部分是三点水，所以点挑凹就可以了啊，一个点笔，哦，点再一个挑笔，再上去，好，那再来。横笔先，这个就没问题。过来多少笔？点还是撇还是横折？哦，这里的话是先带到横折，带到横折这样过来以后，好，转折过来，拉起来，再带到左点，再右撇，再带横。哦，那这边的部分特别去留意。好，笔顺的部分特别去留意。
都没水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，这部分特别去注意到它的笔顺的部分。好，而来言字边，言字边的写法比较多变哦。那它这边嘛写的，把中间的两个横笔变成一个竖笔代替的哦。那这边写一个，扭一下，扭一下，要接重笔上去，好，拉下来，接。顺时针绕圈，再顺时针再上去。那这边就斜画的部分，斜拉下来后，斜再往下带，这都很洒脱去带。那这边一样，转过来，这里再转折一下，推一下就可以了。来，再看一遍了哈。来，这边点，那这边比较重，上去带过来，顺时针这样带过来，一样顺时针再起来，这边切笔接拉下来，那这边再蹲下来，好，带过来，拖一下就好了，啊，来，再来，这一上面。请客的请，那这个跟一个字很像哦，虚，左边三撇有没有？必须的虚，哦，几乎是一样，哦，几乎是一样。那请客的请这边，因为右边都一样，只是这边不一样。那这边我们一样可以带一笔而已，哦，那请客的请，这右边是一个匕首的匕，那它只是一个笔画下来，好，接拉上去，再拉下来。这里还是有点小波折哈、哦，这里还是有点小波折，不是直接一个直笔拉下来啊、哦，还是有点小波折。那这边直接就带到剑了，因为空间很小，它硬要把它挤进去，所以这个剑字它就笔画上就比较细小一点点。好，上去直接压下来，出去掀起来，扭一下，拉起来就好了。啊、哦，我们单独把这个剑啊、哦、把它写出来。它是一个顿，压下来，顿一下，好，拉上去，绕圈，推，拉出去，好，这里扭一下，拉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来，南北的南，来，我们有讲过哈，如果说左右竖的话，我们大概左竖都会省略掉，那这边它就把它省略掉了，来。弧度上去折拉下来，这里带到中间的竖带到横笔的部分，那这边再弹回来，屁股翘一点点拉回，那这里来先勾多几个笔，竖还是横？竖。哦，这边是直接拉到竖，所以是这样带上来，竖笔多少料，再带横笔，那这边再带下来，哦，所以这地方特别去留意。这么在写的时候可以这么写，好，那要注意哦。如果没有这个竖的话，只有这个闪电要变成另外一个字哦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留一下。我可以写多写一点点，可以直接拉直，直接把这里省略掉。哦，那这两个都是难。来，北，第一笔画从哪边？最长的那一个竖笔还是最左边的笔画？最长的竖笔。最长的竖笔哦。好，来虚笔这样带过来，好，挑起来，这边再压下来，往右上起来，这里转一下笔，转折压下来就好了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笔顺的部分，来留。三点水没问题，右手边是一个这样的结构，啊，这样的结构，那这里好多横笔，那这里就直接一笔带过去就好了。那这里中心留下来，转折一左一右，哦，所以就变成这样子的。来点，那这里三点水右起来，然后这里拉下来，这里再顿一下，起来压。这里再带出来，啊、哦，所以写快的时候，甚至这里就直接推上去了哈、哦。
血块的时候甚至变成这样子了，就这样子啊，然后这样子过来。水横笔再写个大小的小，哦，血块的话就变成这样子了。来，船的部分，人字边，顿一下，好，拉上去，再拉下来，拉过来，这里一个。那我们之前讲过的船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，哦，那把这个结构带出来就好了。好，拉出来，带上去一点点，冒出头就拉下来了。好，转出来，往上落，再压点，拉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是船的部分。然后这船的部分，来，怀疑的疑哈，这个是我们之前有讲过，好久没有讲了，所以笔顺特别去留意。右边跟我们刚刚讲的右语很像了哈，来这里一样横笔，好上去下来，来加龙赶快来右起来写个二，上面不一样而已，上面刚刚是这样子。没有，那现在变成只是这里不一样，这里几乎都一样的。那这里带上来，然后这里写绕过来，绕个圈，好像在写一个个的感觉。好，那这里过来带回来，那这边再把它做个小尾巴，转个弯，再拉下来就好了。好，这怀疑的疑。好，这怀疑的疑。这边写一个好像个，那这边再转个写一个 L， 再拐个弯回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乙的部分，来是不是的是一三，哦，先写一个一三，来一，好上去写个三，拉出来顿拉过来，停住，好这里再绕个乙就好了，所以上面写一三。做一个横笔，下面再绕个乙，那这里把它连接起来，每个都把它连接起来就出来了。哦，来右军的右，左右的右，来第一笔画，横笔、撇笔，横笔还是撇笔？撇。哦，在我们右下角没办法当主笔的话，那我们会以横为主笔。那横为主笔的话，就由撇先写。那上面几个字都比较细、比较小啊，比较细、比较细小。那这边笔画他就把它写的比较重，也算是对王羲之的一个尊崇啊，一个尊敬的概念。那这边压，顶住这里直接扭回来就好，扭回来从这里带下来，压曲再压再带下来。那带过来，他直接就带到军的部分，带上去拉回来。好，拉回来，拉这样子以后，直接再上来绕圈，这里就一顿一下，再拉下来，好，拉上去，提接带下来就好了。好，再好，所以这里我们把它局部把它拉出来哈，右的部分来带出过来，这里很落起来，这里压，好揉回来，这里下。起来，再压一下，带过来，好，这右。那军的部分，这边一个帽子，好，绕回来，这里它原地打转，一个，两个长一点点，拉上去，直接搭下来，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你要拉多长都没关系。好，这部分特别去留意，这是军。军人的军，好 ，OK， 来锁，这我们讲过了哈，左竖先，然后再写上横，再拉到这边的阶梯，慢慢下来。好，制作的制，来上面的部分呢，我们会有一个断笔啊，它不是一笔完成。那这字它写的比较细长一点点，最主要下面的一的结构笔顺哦。来这边先一个折笔的部分，那这边重新起笔再上去，好上来，写写带弧度，加码赶快啦，有没有？这里又一样这样的东西，来这边再带过来，起来，好，这里就控制的字，
这里就是这个地方，那这个横笔就是这个地方，那这里再拉过来就是这个地方，那竖笔没问题。那这个拉过来包含这一个地方以外，还包含刀字边。那这里可这一点可有可无啊、哦，这一点可有可无，我可以有这一点。那带上来后来过来多几遍，撇还是横？横。哦，这边带过来是带到这边过来，写这个横笔，这里再绕圈圈上去，刷下来，停住，起来再写这里，拐弯一下，起来再带出来，压再拉，好、哦，所以连续动作特别去注意到这里再转折一下啊、哦。然后带过来，那这里带出去，刷下来，呀就好了。哦，这字做的字，来再来衰，所以我们也讲过了啊、哦。那这边它变成是一个好像耳朵一样，好顿这一个带笔的动作上去这里，好上去这里带点弧度，弹性一点点拉上去。来，上面有缺角哦，哈，里面有缺角，它还是一样这样带上去，再拉下来，过来这边再带过来，斜斜的绕圈圈，好，再带，这里再做一个虚笔带笔的动作，哦，这个地方它是已经不见了啊、哦，它有纸张有受损到，哦，这个地方它已经是受损到不见了，哦，但它还是我们依照笔势还是上去再带下来，哦，这部分可以稍微注意一下。好，折，来折的部分没有什么了，背在一个刀位，那刀把它拉到下方来，好，拉到下方来，那这边只是一个顺势，好，上去，绕个圈，刷下来，再拉出来，再拉下来，弧度安了的话，啊，来位落一点，那这里都会比较细，这里重一点点往上直接挑上去，直接刷下来，短短的往左下压，这里再带过来啊，这位它的位大概都会如此的姿态。来详尽的想言字边，言字边它把它写成一个竖笔，而是带一个竖笔的碗，那这边写个阳，好，这里要逆笔竖起来再写横笔，好，正常的是这样子，横笔完再写竖笔，那直接第一个横笔跟竖笔就结合在一起了，所以变成是这样子过来再起来，好，这部分特别去注意到。来真假的真，来上面写一个丝的感觉，来这边压下来，好，从下笔再压上去，这里上来顿，再拉过来顿一下，往左带起来，这边再往右压，再直接提一下，由上缘拉下来，好，这里为什么缺口，它压笔下去要上提，笔尖再上这样拉下来，这里就造成缺口。好，我们今天讲的最后一个字位，来因为的位你们看右边就可以了哈、哦，写一个好像那个响尾蛇的感觉啊、哦，那人字边还是一样，压一下拉下来，那这边一个竖笔乱，那这边舌头，然后身体绕圈，这里绕过来后，它的尾巴点一下就好了。那我们写因为的为就是直接这样子而已啊、哦。我这里可以断掉，我可以这样子去写没关系哦，好吧，我也可以把这里连在一起也没关系，这样懂哦。哦，所以因为的位就这样子，这里可以分开哦，它这里它是已经把它连在一起了，在草书里面点撇常会变成这样子，哦，点撇的部分常会变成这样子，哦，这让你们做了解。好，我们书谱的部分就讲到这边。